接住落嚟嘅係首次嶺南教育機構旗嘅嶺南教育機構主席王，再跟住嘅係首次嶺南教育機構主席王，吳文革學長。 然後係首次嶺南大學校旗嘅嶺南大學校長鄭漢教授，之後分別係首次嶺南中學校旗嘅嶺南中學鍾慧晶校長，首次嶺南中明光博士紀念學校嘅嶺南中明光博士紀念中學校長鄺以思校長。 首次嶺南訓練紀念中學學校校旗嘅嶺南訓練紀念中學李志陽校長，首次澳門嶺南中學校旗嘅澳門嶺南中學校旗謝小芬校長，接著係首次嶺南大學香港學校會小學校旗嘅嶺南大學香港學校會小。 之後係首次廣州嶺南大學院校旗嘅廣州中學長，接住落嚟嘅係首次嶺南大學澳門同學會會旗嘅嶺南大學澳門同學會校長，首次嶺南中學校友會會旗嘅嶺南中學校友會代表梁偉光學長。 首次嶺南中明光博士紀念中學校友會會旗嘅嶺南中明光博士紀念中學校友會主席鄧昇南學長，首次嶺南紀念中學校友會會旗嘅嶺南訓練紀念中學校友會會長林潤發學長。 接住係首次嶺南大學研究生校友會會旗嘅嶺南大學研究生校友會會長夏志全學長，首次嶺南大學本科生校友會會旗嘅嶺南大學本科生校友會會長李嘉慧學長。 最後係首次嶺南大學温哥華同學會會旗嘅嶺南大學温。